各位同学，我即马开始上课，请大家起立。嘉姐，今日咱甲以前流氓政府无共款的所在，起立了安怎？起立，吼、哦，咱即马请坐，吼、哦，这个是咱民政府一定爱学习的所在。今日来到这。昨暝我看应该足侪人无困吼，歹困，歹困啊！人举手，后尾好有人坐，啊，做梦的举手，你做梦哦，我讲今日是较冷吼，昨暝尤其是昨暝较冷，所以大家拢非常的辛苦。您感觉辛苦有价值无？有啥物价值？哦，台湾人未来有梦，这就是价值。所以咱辛苦有价值，对不对？所以来到这，无论安怎，咱要用心去了解，因为干咱这条路会当解决台湾整个的问题，对不对？我本人是高山族啦，吼、哦，台语那小可会袂念断啊。家家骂的时啊，你搞笑眯眯就好啊，吼、哦。那是无拄好的时啊，你嘛搞笑一下也无要紧。啊，这里有高沙的举手，我看一下。哦，也不少哈、哦。那这个闽南语不会听的举手，只有你一个人哦。那你就坐在这里了。那让你看一下，那么好这样子好不好？外人叫沙凯，一届、两届、三届啊。头一届咱辛苦，暗时啊半暝未困；第二届努力。第三届绝对的成功，这就是阮爸爸号的名吼。所以今日来到这，我也感觉感觉负担，就是讲咱今仔日在要做啊，流氓政府以前是做不好的，今仔我恁来做。以前咱搞批评流氓政府，吼，迄是有影太高，迄有影袂使，迄有影袂使，要比别人，要骂别人，咱就搞对不对？但今仔日咱要做安尼。我们来做的是，你要安怎？有一天，人个别人个用这只手，家己讲，你嘛是同款，你的感想安怎？咱爱去思考。今仔日这机会给恁，你的努力个辛苦，干来利用几天的时间，你得到啊。这不是像这人有这种福气，你就是有这种福气。因为你单纯听话照做，因为听恁爸爸妈妈的话，听恁翁的话，听恁太太的话，好是讲拄啊好，恁太太伫讲，恁翁伫讲的是讲你发烧啊，你可能有中毒啊，啊是讲你可能有问题，但是你来到这头一天，必须要讲的，整个台湾的问题，再来咱就要讲的，咱妇女会会要讲的。咱了解，江苏绝对是用心去了解台湾整个的问题。但今仔日我阁强调，就是讲，咱今仔日要做主管了呢。咱即马是高级主管呢，咱毋是普通的呢。咱高级主管，咱爱去做一个思考。咱有迄种的 EQ 无？咱有迄种的想法无？我今仔日得到这机会，我是毋是有法度通啊改革整个？好，咱所有居民百姓感受讲啊，换人换你有影是袂歹，好家在有你，对不对？好家在有恁，安对不对？咱手举悬，问恁隔壁，向隔壁讲好家在有恁来，搁大声用一摆，好唔好？来，好家在有恁，咱来感恩啦，对不对？咱无感恩，咱今仔日这条路无法度通行，你相信无？因为人足够计较，人足够讲啊，迄人安怎，迄人安怎？我相信这个人行不到。咱今仔台湾民政府最主要的职务同款，来得非常有贴心，听什么？听台湾所有整个的问题，有一种热情去了解台湾整个的问题。
所以咱拢是捂住几啊十桶啊，是毋是安尼？你若是讲无热情、无爱心，我相信你也讲啊好啦，迄是因兜的代志，对毋对？你来到遮要创哪？大家拢嘛是有一抹白的爱心，为了台湾整个将这流氓教会赶出去，有一种决心的。所以咱来到遮读册，咱来遮个学习，咱来遮个来配合台湾民政府伫台湾的发展，这就是咱的重点，这就是咱大家互相勉励个共同的迄落时刻。今仔日我是想去思考好佳哉，好佳哉，我行这条路，无我捂住，到有一天我袂喘气，永远拢遐后悔。好佳哉，我得到我看到一个微微啊光照一排，啊黑暗就安怎渐渐安怎离开啊？对不对？需要感受拍无？需要得穿无？啊，必须得有你交代，是安怎？啊，要安怎去接轨？无缝接轨，对不对？无需要派恁囝啊，提什么枪，迄条枪，加小拍，无需要。啊，高沙组，我们不需要拿猎枪去打，对不对？哪里这样子？啊，台湾组说我的长长的呢，阿妹组说我的短短的，啊，长短都会使啦，对不对？但是咱无需要用迄啊，对不对？咱用一个钱，迄叫什么？法理。你敢知？必须要讲用笔就安怎，就解决代志啊，是不是安尼？今日恁福气啊，吼！咱用迄个高沙的欢呼好不好？啊，高沙欢呼，你在问点头，哦，那我看大家拢想要爱困，对不对？今日来到遐坐你车，绝对袂当困。你睏的是车帮吼过去啊！你讲啊哟，我要伫遮歹势，无时间啊，啊袂赴啊，对不对？所以你当警醒，时时刻刻你当警醒。成功要得到的是你必须是警醒的，无只是你打盹，你爱独孤嘞啊过去啊，惨啊！安尼永远袂赴，对不对？所以吼、哦。无论痛苦、辛苦，咱爱硬加坚。从我时常讲，我脚麻个手麻，我有影到有一天要行路，我爬也爬来到遮。因为我脚麻、手麻是真的，毋是爬个假的哦。哦，顶年带迄个日本咱的参议院去参观宜兰，哦，我着雄雄迄个游览车雄雄塞车，我拄仔伫讲，塞车蹦一下。啊！我听到电话有来讲，哎、欸，啥开呢？啊，嘣，落去了，哎，到司机台遐，到即马，即手吼，平平，佮酸酸，哦，脚佮，所以我爱行叮当一下，小摇一下无要紧啦吼。啊，表示啊，咧活络嘛，摇嘞摇嘞，好吧，咱小蛋过来摇嘞摇嘞，哈，啊摇嘞摇嘞，啊，即个是安尼，所以咱敢想讲，早期的人努力到今仔日，是那是讲无早期迄帮人。您今仔日敢会当大家？你有法度无？所以讲，阮一定爱有提感恩的心来到遮。感恩心了解了，咱爱了解。咱今仔所讲的是主管整个的脉络，吼、哦。要讲的进程，咱先用迄个高山做个欢呼，好唔好？好唔好？好。我听到声，好唔好？好。单点上好，来起来上少年的福州耶。来，你起来，你起来一下。来上少年单点好唔好？好！哎呀，叫我鼓励一下，来鼓励一下。你们看伊安尼一脸气功呢，气功呢，气而不喘呢，啊，连气功啊，所以咱来学吼、哦。来，迄、那个高山作起安尼啦吼。一路，呜，安尼，有听到不知吼？吼、哦，来，来一拜吼，一拜起来。一老，呜，好，一老吼，咱来讲台湾民政府万代，安尼会使未？会使吼，预备起来，台湾民政府万代，安尼还佫会爱困的个唱，啊，未啊吼，所以。
咱时常用各种的方式啊，促使我更能够警醒，活在当下，让我更能够因为警醒了解整个台湾的问题。今天咱了解台湾民政府，是因为秘书长的关系。秘书长经过过程，这个是明明神天有安排，不像你都好的，不是偶然的，不是偶然的让秘书长离开中国，然后这搭一个木板，哈、哦，那嘟嘟嘟嘟嘟来到金门海基啊，嘿，不是偶然的。但秘书长徛在那边遐的时，水到这来，暗时也无电话，寒到要死，脚头那边遐软，愈叮当愈心地，哦，就惊吓，哈、哦，拢无人，拢无光，后边是有啦，那是中国。即种的过程，伊会感受的讲啊，惨啊！我可能到家都无去啊。但是好佳哉，伊的机啊伫遮，小可有闪烁，还有电话跌倒啊，伊就想着讲敲电话，敲电话了，敲好伫迄个啊，因弟弟安尼来，到来经过过程，人有一间伊徛伫遐等的时，有一个光，有一闪烁的光。但内底有一个祈祷，伊祈祷讲：我那是我都离开即马这环境，我绝对爱为阮台湾人做代志。这就是宣告呢，这里是他的许愿呢。结果啊、哦，人来叫伊来到家，今仔日我到，咱今日我到来到家，都、就是一个人。伊的名叫什么名？大声讲，有人无声，然后他不认识他们吗？他叫什么名字？所以他是一个法学博士，以及嘛国际法、战争法，一级棒诶。所以伊用心了解，发觉台湾啊，有一条路会当行。台湾经过伊国际法、战争法了，发觉旧金山合约，哈、哦。凸显了台湾主权一切的问题，所以一开始用心努力，一处过一处，一处过一处，到今嘛。但是我感动的所在伫倒，我感动的所在是伊的坚持，坚持。真侪人经过迄种从为无人开始，为一个人开始做到遐尼侪人，足侪人，愈侪人危险愈侪，意见愈侪。吼、哦，经过足济问题，但是看到伊嘛是一个人足坚持。这种坚持，咱台湾民政府所有要做一级主管的人，就是在座的恁，恁嘛是爱学必须要有一种的坚持。你一定爱有这种坚持，当然这坚持的根本原因伫倒，因为伊了解了国际法。伊了解了这种的战争法，伊了解了旧金山合约，靠有法度，他坚持讲一定会当救台湾，所以有这种决心。其他只最主要的是，咱尤其咱在座的，你有给了台新台湾论的牙签，哇嘛未少呢吼，无的牙签，哦无啊这无贵的吼，安尼有读的牙签。啊，一丝乱听，哦，安尼袂使，安尼袂使，吼、哦，哎，那是无吼，这边家，我唔是讲你推销车，我甲伊讲，他是台湾民政府间隔生命的元素，生命触动你启动开家精神的与脉络，你那是讲无去了解，无去用心去看，当有一天顺风来的时。那是消极面来的是你马上跌倒，因为你无法度，你的基础未稳。这就是必须要一直坚持的。所以，若是讲无，你爱绝对是爱、哦、自己要买一本，好好去看。它是在法理台湾民政府的圣经，来你讲哦，比较较背了吼、哦。我们必须要有它来做我们日常生活，然后研读的最主要的中心思想。整个严肃，你若是无安尼，有一天，咱做执政的时，
好、哦，你外好，你敢知？掌权在你的什么呀？手里，一个倒地病遐，要抬要救拢是你，你知无？有一天你若中心思想偏差，你就教安怎甲流氓政府是一模一样的，这是非常可怕的代志。所以讲，为什么要强调法理的论述？为什么一定叫恁去读《台湾新台湾论》？重点就是讲，咱若是讲无个做咱的生命供应的元素，咱绝对是行路是袂稳的。啊、哦，绝对有一天拄到代志的时，咱马上偏差，这是非常可怕的代志。因为咱难得得到了这种的机会，咱难得有这种的野心来坚定，来为着咱的家家孙孙努力个打拼。但是你欠缺了这个新台湾论那个元素，你就会在不偏，你就会在偏一偏，你一摇五级刚偏差了，各倒腾来回到原地。哦，到尾啊，恁家孙公阿公拢嘛是你，本来会成功的代志拢嘛是你。这是什么足重的负担？是不是安尼？难免为我们不要为了现在的我们呐、啊，免为咱家己受苦。我是想讲，60几啊，好、哦、老人年轻啊，但是我无努力，我看到阮子孙未来可能做外劳，我会足唔甘的，我会甘我家己的目屎安尼硬吞的，为什么？咱看到咱的子孙外劳的是你做爸母的心情是安怎？会艰苦未？看到这边家来到台湾，家的足济外劳，伊唔是讲一个人穿轻轻松松呢，伊嘛穿嫁翁啊呢，伊嘛有囝呢，做囝的爸妈妈呢，但是来到家，你看伊，互人侮辱，你有去思考无？现在台湾人真足侪少年人是毋是去做外劳？是毋是？做外劳感受安怎？尤其是咱无国籍，我们没有国家，这种心情，你伫外口出代志，啥物人来救？无人救，对不对？所以咱爱个思考，今仔日毋是为着你而已，不是为着你而已，乃是为着你的儿孙。你若是无思考，我甲用悲哀，永远是悲哀。咱伫部落个吼高山族嘛是同款，足济啊，老人可怜个安尼，子孙为着生活，无去拍做个迄个工课去做，但是伫厝内底老人，我有一天去我部落，看有一个迄个老人行路行到小可准准准，阿公阿桑。哦，我看伊了足，哎呦，脆弱了。阿公，你食饱未？阿公，两天无食。你听到伊讲，迄是你妈妈，你的感受安怎？我两天无食。我为什么无食？我的手袂叮当，袂提物件。台湾人遐尼济人，咱暗中看无的人，拢是处到这种的状况。政府伫倒，社会局伫倒，政府敢有即摆流氓政府敢有关心咱所有的本土台湾人？所以悲哀嘛，对不对？咱来了解，叫造成安尼是虾米人造成的？迄拢是，这流氓政府的脑内底拢是屎，无法度一个空间。哦，有一个较顺、较好的空气伫内底，所以讲出来拢是毒。看到人，看到高山族，我们把你当人看，佮用鼻的呢，目睭佮银呢，银掉了吼，用银呢，我把你当人看，我还教育你呢。这种的感受，这种的感觉，它根深蒂固，它里面埋了一个中国思想。把你当成黑人，你敢是黑人？有人认为自己是黑人的牙齿，都不认为，对不对？你看你的身份证，后面
右脚上，还有何谓呢？你都没看呢？还是那个是记号呢？记号什么？记号你们是奴役。奴役是什么？国外奴役是是不是黑人？所以你拢是黑人，你敢猜？比我较黑呢？何解在这黑人？为秘书长开始发觉这种的国际法，究竟在何耶？好，但够一处来表白，也要标背一下嘛。别人讲台语，别人讲表白，标背，来叫标背一摆，标背，那个好，不是外口的哦，不是外面的表白哦，来的更新哈。来更新，然后变化，然后活出新的本土台湾人，阿尼是不是别拜 ？I know that 啦，有哦，我刚刚听到有，敢是实际有伫推动，有招人来个参加的人举手，有啦，别拜是你哦，是你哦，阿尼哈。所以呢，今天又来到家，所以咱做一个来高级主管，咱爱去用心，啊，咱爱去努力，咱去来打拼，为了什么？为了台湾目前整个状况，需要你真的是细心的去研读，尤其是台湾主权的脉络。我们的叶州长讲得很清楚哦，这一个过程实际的状况，你必须去用心。当然呢。我无鼓励讲你去做博士啦，吼、哦！最起码你得了解台湾它的主权地位现状。台湾现状，请问它现在的现状是什么？台湾现在是日苏门，哎，给对不对？好、哦，台湾的现状是什么？一定要弄清楚，台湾敢是中华民国诶。敢是中国的，敢是美国的。我们今天当主管，一定要把这个论述弄得清清楚楚，好，非常的了解。当然，咱都爱了解公，在整个在法理上，我们必须要清楚整个主权的脉络，你知道吗？我们所讲的，你知道吗？美国。在这个主权，直到今天仍然处在什么美国的肩负之下。你知道这个状况吗？到今嘛，美国将来不离开咱台湾，对不对？发生代志，美国的敌人周围，是不是安呢？他从来没有，他一直在监视我们的，肩负着我们。所以，我们台湾主权的脉络，我们必须弄清楚。好、第一个。台湾主权的地位论定，这是一个朴素啊，这是以前的台独，以前刘碧的，这个朴素，他是法学博士，台南人，台大毕业的，都考第一名了，法学博士。但是因为这个，让咱台湾人悲哀，让咱台湾人悲哀。伊当初伫讨论的时，伊就讲讨论的主，组织是反对的观点跟论述的重点，他这里就或称之为说台湾的地位未定论，台湾的主权未定论这两项，引进研究是这两项。那这个论述认为台湾的地位，台湾的地位未定是关于台湾之国际地位论述之一，论述之一。那这些的理论，这一些的理论，台湾是否中华民国或中国的一省？是不是？台湾是中国的，举手。我谈到台湾是中国的时候，我们那个高沙族的朋友说：“你们很奇怪呢，怎么会挂美国国旗这样子？”我说：“哪里奇怪啊？”他说：“我中华民国给你教育，他就中华民国给你教育，给你照顾。”我说：“那好，请问你妈妈现在是中风？你妈妈有念到老人年轻不？”都没有，有没有啦？咱老人是为什么时阵开始有老人年金？是啥物人来执政的是较有诶？本土台湾人，是不是啊？比当初是安来对不对？
好，所以我刚刚以前我去问他这里的时候，我说你不要问我，你问你妈妈有没有被照顾？为什么老欧啊有无？一个月偌济？一万多？恁有无？恁爸爸妈妈有无？有差别无？为什么？所以把你当成奴役嘛，把你当成黑人嘛，对不对？所以我跟他了解，阿咧讲的是讲，哦，这样哦，就这人东西安尼，所以咱爱了解哈、哦。这个咱即马中华民国，不是咱台湾，绝对唔是中华民国的。所以一讨论这代志了，哦，伊个就是无法度做决定，没有办法取得啊、确定，所以他们就说有待决决了。啊、哦，台湾定论。台湾定这个好拍写，所以我们回到这里，因为旧金山合约凸显了一件事情，凸显什么事情？台湾整个主权的面貌，对不对？因为是台湾，这因为是这个旧金山合约，但是这种他们现在说，刚才有待定论，但见解是从这个原因，旧金山合约只是规定日本政府放弃什么台澎，但并未怎么样，没有收收过，没有啊那接收过，对不对？领导，我今嘛用钱给你压嘞。等于讲你是，我就讲哦，这流还有这个是流氓强悍，然后为了性命，你得得出来嘛。我占有你的厝，占有你厝，有一天我要卖出去，我可不可以卖？为什么？所以还要去什么？找他，对不对？同样的论述，同样的方式，哈、哦。所以呢，没有接受过，这个一定要弄清楚，台湾。哦、虽然是放弃，但是没有接受过，没有签署、哦、所以因为盟军虽然同意日本必须放弃台湾的主权统治权、哦、但是呢，对台湾脱离日本之后明确处置，这边就是说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将无以国际上有效的明文规范，也没有获得共识，所以造成许多的盲点、哦、台湾是美国占领地，是委任由这个流亡政府负责，好、哦，所以当局的是流亡监护了，哦，今麦当局的是流亡监护，为了避免台湾没有交集，但问题没有解决，使得对日本合约无法日合约没有办无法签订，最后对日合约啊、仅仅规定在日本政府放弃台澎的什么管辖权，重点在这里。啊、由于这个人陈荣赐，刚才我所讲的，他是法学博士，留美的法学博士，台南人，啊、台南那这个台南中学第一名，啊、这个台大也是一样，啊、这个人，但是，啊、一了解这点哈、哦，对台湾国际法律地位未定论这个方式哈、哦，他讲的我们实在是非常懊恼，非常不准。他说什么？至于决定方式，则要依据著名自觉的原则。干我懂？咱所有台湾人会当决定台湾人的代志吗？为什么？因为今天台湾还是谁在占领？占领，美国占领嘛，所以他没有办法解决嘛，是不是？所以他说，台湾著名依据自己的意愿。来决定自己的前途，有可能不？不可能啦，对不对？哦，因为他这我们台湾还是被占领嘛，主权是谁的？日本的新国吗？日本国吗？是大日本帝国天皇的，对不对？一定要把这些弄清楚，所以他扭曲诠释这个。根据陈荣赐他的诠释，有关台湾国际法地位这论点。大致可分为三种哈，大致可分三种，我们当主管一定要去注意一下哈。第一点，他说台湾国际地位早已经决定了，台湾属于中国，哎，对不对？是非题，唔对哈。第二，台湾国际地位这个国际法律地位过去未定，现在仍未定。啊，第三呢，
台湾国际地位，过去未定，现在已定，对不对？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国际进化论，对不对？拢学袂来，都是因这股造成扭曲，和美国、中国、台湾家，起码都唔在边安怎处理咱台湾的问题。好，所以占领这边叫我的讲嘛，占领不得怎么样？因为其中第二个，过去未定，现在仍未定，因为领土转移需以正式的什么国际和平条约为根据嘛，对不对？美国与日本对于台湾主权的归属所采取的立场是根据什么？旧金山跟日合约，对不对？根据这个，要有根据，要有凭据。好，占领台湾在国际法上，国际法上未必享有怎么样领土主权，对不对？你占有了也不见得是你的主权，是你的。所以在美国方面那一阵子，美国方面当时的总统杜鲁门原先采纳国务院的意见啊，他当时啊，也就是说采纳国务院的意见，在1950年1月5号发表台湾啊不干涉的声明。为什么？当时呢啊、当时有国共战争嘛。有国共战争，他是不干涉，他是袖手旁观的政策，不理不睬，拒绝防卫这个台湾，不介入国共战争，因为国共战争有人知无？不知道几首？中国内战，共产党跟什么？两个什么？打架，对，打架，哪一个赢？毛泽东赢。那个蒋介石呢，输，然后了呢，都逃亡嘛，这是很简单的逻辑嘛。所以哈、我常常利用说中华民国，他们蒋介石自己讲军阀民贵，啊，那个国哈、啊，那贵那国哈、啊，然后他说三民主义，海内海外怎么样统一中国，对不对？他自己讲的哦，你们注意听哦。下面人的主义、海义、海外统一新言言，这什么人讲的？伊家己讲的，你也听无？台湾人本土台湾拢听无呢？三民主义，下面人的主义，他是义、海义、海内、海外、海外统一新言言。是不是？伊家己宣布炸的死啊！你还搁底下抱大腿，就反民国万岁！啊，你万万岁啊，拢岁的呀！好，所以当初一战争的时啊，杜鲁门总统表啊，我不会插啊，袖手旁观，我不会插恁的代志，对不对？当时国务卿这个艾奇森在记者召开会，中国管理台湾归你。啊，四年，从1945年到1949年之久，所以美国或其他盟国该项啊这个权力及该项的占领，从来没有发生疑问过呢，啊，都是安尼，阴错阳差了，啊，阴错阳差，好，那天代志发生到那即马安尼啦，当时啊，这改为中国一省时，没有一个人发出法律上的疑问的，当初啊，咱不是讲台湾省吗？是不是呢？咱即马在做一个讲台湾省的牙签。台湾省意思就是咱台湾人属安怎中国，好、哦，这一点要了解，好、哦，所以一审没有人发出法律上的问题，因为那时候认为他们的认为呢，不可以用心去破啊解剖了解状况，所以认为这个是合法的，啊，若干。这个认为这个情形的改变，他们认为现在控制的中国大陆那个势力，我们不是好我们是不友好的，而那个势力呢，不久将会获得其他若干的国家承认，所以他这边说，因此他们主张，好吧，我们再等一个下一次的条约吧，那下一次条约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哦，还不知道，所以好吧，所以台湾呢。啊，就是因为这个样子，一连串发生了一些问题，到起码何嘎仔，因为这个样子，台湾的地位未定论就开始慢慢的啊那显露出来，
台湾的主权的脉络，咱咱看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是什么？台湾是谁占领的？那这一边的流亡政府呢？跑到哪里？在台北，所以叫做什么？中华台北，你知道吗？中华民国国籍可以拿到国籍吗？为什么？有人知道？第几首？是谁反对？中国反对。每次都出去的时候，中国就马上就抗争就反对啊。为什么？你是败仗我怕我打你打的这整个跑酸溜走了，逃走了，你还说你是中国，对不对？已经把流亡到哪里？台北。所以他说你们简称为中华台北，对不对？所以呢，整个轮廓跟概念一定要弄清楚。所以从我们看见那个从1937年一照万国公华，日本天皇实施了皇民化，他在台湾建设引照台湾，所以我们看见铁轨，我们看见我们很多的建设都嘛是早期日本人建设的，对不对？以前咱住伫厝内底免锁嘛足安全的，所以咱的老人，咱爸爸妈妈讲，日本的教育很多的意义，那种日本教育非常非常的棒，日本的学习模式，为什么？日本精神，把那个塞德克巴莱有看了几首？我记得日本官呐、他回头说：“那谁，日本困难多难卡，日本学习难不难打？你听好不？他为什么在日本看不到日本精神？しかし台湾踏上日本精神，为什么在台湾可以看见这么多的日本那个精神？这个、感觉不一样，是不是？所以呢，他在台湾建设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而咱今仔日咱接到小微工程，你看咱屏东吼，也有一个来意。来有捌看到电视无？遐有一个地下水库，有看到一篇电视报道的，也像，你一边遐有看到吼？内底到即马去看，内底足清的呢，最足清的呢。但是咱即马流氓政府做防破那个堤防啊，一档做一档哦，洪台来马上去派，第二档到有还佫有工程。阮顶回有滴讲，你为虾米无法度下内底阁坚强，阁加吼接着钢筋水泥？伊讲袂当啦，无安尼，阮要食啥？流氓政府就是安尼啦。但是你即马日本人做会到即马，永远拢徛伫遐呢，无歹呢。所以说差别差伫遮，对不对？莫怪所有物件，所有是拢伫国民党内底，全世界。这个动胸无极的是什么？桂圆汤。你敢知？面汤内底拢满满拢是钱，拢是恁的钱，你敢知？是不是安尼？所以可能比爱台湾人嘛，讲不行的啦，哪里不行？咱爱用心去看。所以到了1941年12月7号，大日本帝国向美国宣战，这日本人嘛，就爱战的吼。宣战了，到1945年4月1号，台湾澎湖地区全面实施什么？日本帝国宪法，在台湾有实施日本帝国宪法，然后从此依照万国公法，台湾澎湖脱离了殖民地，正式编入大日本帝国国土，人民享有什么？大日本帝国的参政权，然后参战权，也为大日本帝国的这个合法的公民。所以我们现在称之为什么？台湾人は天皇陛下の庶民だ，是不是？台湾人是日本天皇的臣民，是不是？那日本的国民跟我们臣民哪一个比较大？您看多呢，你要了解。所以日本人，我们去拜访一次两次，你马上就要修宪的，你不修宪你就惨嘛。你也对咱讲，兄哥你好，大哥你好。
我讲咱是臣民，因是公民，啊，这一方面你要去了解。所以呢，他们现在目前也是开始啊，在跟动了。你看当时呢，有当时那我们那时候还刚好那个黑党组织选出了大日本帝国的一员，喜炳、蒋良山啊，这个叫做绿野竹二郎跟李宪堂三人，这个就是证据嘛。黑党你的我参政参战。哦，参战权，所以连周恩来也知道啊，啊、哦，原来台湾是一个未定论的。这不是咱个人，咱秘书长讲台湾未定论呢、啊，不是咱讲的，不是台湾民政府讲的，这有历史的记载。好、哦，原来未定论述，中国周恩来也非常清楚国际法的事实啊，啊、哦，他非常清楚，所以周恩来同他告知美国这个白宫。安全这个顾问哈，他就说要提醒，在1895年5月8日，大清大皇帝已经将台湾周边的群岛啊，台湾，然后呢，周边的群岛澎湖永远怎么样割让给大日本帝国天皇，直到今天有没有改变？那你相信吗？现在相信了，不相信举手。相不相信？我们根据什么相信？条约，根据国际法，国那个旧金山合约嘛，是不是？这不是条，而且这个不是乱编的呢，对不对？所以呢，到今天为止，直到今天为止，没有任何的改变，连中国南京外交事务办公室主任也要求美国大使馆公开。对台湾未定论述，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周恩来他也是要求美国总统承诺结束台湾占领台湾岛的时候，不会允许、不要许可这个日本来光复失地。啊，他希望他是告诉他啊，仍然允许台湾独立运动，推行推个美推这个推动这个发展，而希望美国阻止台湾日本。共荣联邦联的产生，未来咱可能就是安尼啊，啊，我们可能也是这样子。所以呢，美国希望不再公开说明，这是周恩来。所以你说台湾的一些问题，没有人知道吗？中国不知道吗？有王建户当局不知道吗？是不是？咱的车牌出去外口，我有一天去台东，去华联，啊，回来的是封兵啊，哦，奇怪，唔知是安怎铺一个。头前有一个警车，后边有一个警车啦。我讲奇怪，看到我的车嘛，无叫我停，伊就安尼搞，安尼做伙安尼塞塞十公里啦。我伊讲奇怪，我就讲就算像比亚好红过，伊嘛无过。安尼到了成功的时，成功的时两个空开啊，那无代志。我相信底下看，我要红色白甲白白，顶管是美军政府。台湾民政府写那个什么公务车啊，所以经过安尼，你看我贵东啊，拢唔捌迄落。刚才逮捕遐，我落来为台东落来的时，拄啊迄落警察嘛是同款，伫我后壁行，行一段时间了，我拄啊要食饭，我落伊就超过，超过了可能去思考奇怪，迄落白线那挂安尼啦，了伊个倒转来，都甲我问讲，我拄啊打电话讲小等。卡掉伊就甲我讲，那个你有驾照吗？啊，我就给我的来行车执照，然后我给我的 ID 给伊，你要看看。我说你看过这个吗？我就比的是他这个军人的美军政府。我说第一次看到呢，伊讲头一摆。我说你要用心，无吼每年你都爱辛苦啊，哦，你摆下你捌接到通知无？一共没有，我说你真的是要用心上网去看，我就拿在两个美国的证书给他看，然后再拿我的公告、我的公文，我就所有的总局我都跟他们讲，啊，每一个总局里面都发文给他台湾民政府的立场，一看就了，我讲哦安尼哦，你讲哦安尼哦，啊了我就讲，他说你有没有？他就问我说你有没有中华民国的身份证？我说不用。你看我的 ID 上面有号码，你把号码输入，你就可以了。你就号码输入，一共，你是宜兰人，我说对，我宜兰人。
哦，因咱的 ID 内底所有的资料拢伫内底，咱的资料拢伫内底。哦，你都要带对搭乡安尼啦。哦，所以安尼俩无话故意讲安尼好啊，无代志，拢无代志，到起码拢无代志。所以这表示什么？这个就证明今天台湾借着旧金山合约说明了占领者是谁？美国，对不对？所以呢，当局是谁？流亡政府。所以他现在等等，你不要顶撞他。你嘛好咧，甲因讲，因无唔知嘛，不要一下子哇，今嘛是安尼，别来管理，马上就怕。啊，足侪人安尼呢？啊，挂红牌马上，刹车本来是顺顺，到看到警察的急一个安尼啦。啊，你要安怎？你今嘛我是管理啊，哦安尼，哦，人嘛是讲当然爱开啊，对不对？秘书长有滴讲，不需要这样的行为，尤其是咱，我们更应该收敛、收敛。因为咱的态度跟以后会影响到所有的州民，啊，所以这一点呢，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哈，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呢，在这里，在1946年，日和约权1946年1月12日，他擅自把日本台湾人的国籍，啊，日本是指的我们现在以前有没有哈，所有的国籍改变为中华，叫准繁民贵啊，中华民国，他已经是违反了什么？啊，违反了什么海牙公约以及什么日内瓦公约啊？因为这里说明是军事占领不得怎么样啊？占领的主权不改变人民的国籍，但是查了监护，伊就安尼向马上的将咱本土台湾人所有的国籍改变为了中华民国，尤其阮国所做的。你在山顶，你家的土地，你若是五档无去处理，还是几档无处理，到尾啊倒转来讲奇怪，哦，所有人叫啥？中华民贵的，哦，那个为什么安尼？我们查结果，哦，都无的叮当都变成阴的啊，因测量了就变阴的，这东西安尼呢？所以好家财必须丢出来了，啊，讲高沙族不要担忧，你们把你的传统领域规划好。全部给您，现在占有者连工我一个一个算数，啊，现在咱高山族所有的饭店足济，对不对？迄拢是高山族的呢，哦，财团拢底下抄呢，所以我的名叫什么？啊，这个什么台湾啊平权会、平地人权会，占领所有的土地，讲这是阮古早的，哦，甚至讲恁高山族离开，恁是外来的，你看土匪啊！土匪的行动安尼，必须对我讲，无要紧。啥啥，什么人底下呛声？什么人来安那？因为军政府，啊，咱讲的这种不是讲哦这么残忍。对不起，今天台湾不是军政府来处理，无法度通啊处理。我们是无缝接轨，我们乃是由美国政府来调整，配合咱，和咱安安全全的接受政权。和咱台湾本土台湾人经过咱的执政，可以平平安安，这是咱的恩望，对不对？这是咱的恩望，所以他们违反了国际法跟战争法。所以我们看见啊，美国这个鲍威尔、东尼、玉马无敌讲嘛，中华民国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对不对？好，伊嘛是公开足明的嘛，所以呢，1950年3月13日，阳明山山庄革命实践宴。蒋介石他对这个国民党文武百官演讲的时候，伊就来对救负担呢，好讲复职使命与目的，啊，这个就该就讲来讲，我们军犯民贵，到去年1949，终于随大陆沦陷与灭亡了，一部这是伊讲的呢，哈。对不对？中华民国到去年1949年，终究随大陆沦陷而怎么样？已灭亡，是不是呢？这是建古嘛？这咱讲是不是北岔？那是北岔的建古，所以我们今天都已经成为亡国，是成为亡国之名，啊！你们还不觉醒？是吸不透吗？啊！伊当初就是安尼讲啊。刺激因些文武百官呐、啊，这就是建国嘛。
所以我们弄清楚，在1950年5月28号，美国国务卿向菲律宾哈、哦、这边哈、哦，他就是说，当时他们流亡的时候，伊当初伊嘛是讲想要走去迄个菲律宾嘛，哦，菲律宾总统讲 no， 他不要接受啊、哦，这个是否愿意接纳？他那边就说不要接纳，所以因此啊，美国刚才叶州长有讲，那个麦克斯来一个叫行政命令一号令，他就派军去把他们接到台湾来，是不是？接到台湾来，所以到了2012年6月，美国与中国已经安排给流亡 ROC 政府的官员去难民回归到福建，福建什么地方？哦，你们怎么知道？啊，平潭岛在哪里？知道吗？啊，在福建，对不对？哎，对不起。在福建哈，所以我们等一下再下图再来看。所以我们回顾啊，这一个控告美国的案子，你们看过了吗？啊，南那个林志森在2006年10月24号，台湾平民政府有228个人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啊，来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哈、啊、地方法院控告什么？美国政府，控告美国政府。台湾地位，台湾国际地位以台湾人权保护的诉求，案在这里，它的标的跟案在这里。好，它每一次啊，这个可以上我们的那个官网，上我们的官网去查询，这都是证据，这都是历史的脉络，可以了解。好，所以他被告的美国政府代表这个国务院向法院提辩。政治问题，他说啊，这是政治问题啦，请撤销了政治问题，免去查办，安尼就好啊，哦安尼。所以呢，为该办的这个该院判定驳回国务院首请，国务院公哎，这不是哦，哦这不是，所以呢，他提破了，就说他就继续啊、开始进行了12次的攻防，这里说明了台湾是无国籍的。啊，也说明了本土台湾人定义是1945年8月15号，啊，这个日期原日本国籍是台湾人的后裔，都是蛋，啊，都是蛋，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些政治的问题，啊，我想啊，我们不要一一的去诉说了哈，那我意思我们回去你们自己去上网去看，有上过我们的官网的举手。啊，也不少哈，要尽量上，有很多细腻的部分，你主要的问题都在官网里面，都在官网里面。有些时候你这样上课没有办法记得很完全，你要做记录，你来去摸多摸进，你还可以恢复到，你可以上我们的官网去了解。啊，经过好多次之后呢，啊，这边最后呢，因为要去听这个辩论会的时候。原告的林志森，他拒领中华民国护照，所以他没有办法到美国，啊，没有办法到美国，所以由他那个时候的平民政府，这陈总模出席，啊，出席啊去听那个东西，所以我们看见哈，在2009年4月判决，64年来本土台湾应该是67了的哈，因为本土台湾人是无国籍，台湾人啊无国际国际社会承认之政府。人民直到今天仍然生活在政治的涟漪中。有人知道什么叫政治的涟漪吗？来，帅哥，笑脸呢？你知道政治的涟漪吗？你也讲，我是讲笑脸。你讲，什么叫政治的涟漪？知道会给他唱？你知道吗？政治的涟漪中，你好好去思考。会早时啊，啊三四点的时，你去运动，你会看到足奇怪的现象。一个老人，阿公，还有阿嬷，叫啥？抓棒，叫粪扫，叫迄个物件。了后，伊骑奥托拜外高，你敢知？头前一包，侧边一包，倒边一包，哦，后边一包，哦，了后。后面还有一包，头前还有一包，脚开开，这样看，就滚滚就够的呢。
我看哦，也很老，好、哦、技术阁遐尼好啊！这什么人你敢知？这是本土台湾人呢。老人暗时啊、早时啊、透早，手干那干未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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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屎流，目屎滴，你会感动未？那是咱本土台湾人呢。敢是应该受到这种的待遇？待遇老蚵仔有无？树仔卡、刀啊、翘卡、下地、下棋啊？对啊，伊就是自由自在。看病呢？农民爱钱无？免钱。恁有无？啊，恁可能迄落，恁可能嘛是迄落留迄落啥老蚵仔，老蚵仔牙签，无同款的待遇呢？你能感受到这种的屈辱没有？手干那看袂无，手干那看袂无，这毋是好笑呢？手干那看袂无，手干那看袂无，嗲吐呢？我要呢，无饭通食呢，要饲囝呢，囡仔要读册呢，学费唔知伫倒呢，这种的感受，咱做台湾人的人，有感觉、有感动无？是啥物人来甲咱做成的？啥物人做成的？对唔对？恁今日来到遮，要做一个高级主管，你爱有这种觉悟。你要警醒，你要认知，今天整个台湾的主权一定要靠你，有信心不？有信心给他笑，真的是假的？我不相信。啊？真的给他笑？好，放咧，我相信，我袂怀疑。因为您是本土台湾人，你有这种生命，有这种的感觉，不是我的一种的完全无感的县和政府体制下，对不对？你问马英九，伊安怎讲？有吗？我看报纸才知道哦。啊，无感，那几级价？马英九，你当了总统以后，我就不好见到你了。我不是来给你看的吗？对不对？还比一比改的，我不是来给你看的吗？就像 IQ， 你看奥巴马看到清洁工，伊就讲嗨 ，hello， 你看到的，无同款的，对不对？你要去迄落啥台湾住一下，迄落永久屋，哦，迄落因的头目讲，哎，马英九要来了，给他摆摆花呀。啊，那些花草啊，垂下的马上拜，然后那个头目的椅子摆地下呢。马英九呢，总统给你坐，头目坐啊。总统嘛是呢，吼、哦，坐地下，坐得起就，哇，像个普罗旺斯哦。你敢在普罗旺斯里的？法国。哎，黑灰是临时摆，普罗旺斯，小看有怪怪啊，对不对？有感觉，一触感我还感觉讲怪怪。哎呀，这个普罗旺斯，我本来要讲三字经的，我咱有志对不对？咱无需要，虾米讲普罗旺斯的，爱有感动，所以来到这，咱了解整个的问题，咱一定要用心去了解。你看台湾民政府，它成立大会呈现出来啊，这时间都有下嘛哈。你看最近的九月五号，台湾民政府在D.C. 这栋大楼，不是美国人会当入面的，不是任何一个美国人会当入面，这是有非常非常的人物才能进去的呢。但是咱的国旗，咱的台湾民政府的旗啊，会当伫遮，无简单呢，听唔到？无简单，咱你看，啊，咱我家是番王啊，高差组，然后来代表，加点的那个。
阿贵耶，你看咱这边吃文这个文华这个大饭店，咱的国语飘扬在美国 DC 呢，华盛顿特区呢，哦，无简单对不对？所以什么人努力的，都是咱这嘛在这些人的努力的，这官员来配合，你看哦，就可以的，这东西，咱蔡才元、高碧露做会的话。啊，这拢是咱的外交啊，起码有国防的啊，国卫官方派的差不多八九十位啊，所以会盛况非常的棒。所以给他去，我的咱来了解，连李登辉总统也说台湾是美国军事占领的，伊家己讲的嘛。所以咱说款阿扁总统嘛是，我是美国军事政府在台湾的什么？这意思是什么？这就是占领的嘛，头家是什么人？美国嘛，是不是安尼？为什么不能公投？为什么不能独立？顶管有什么人？美国嘛，所以咱爱了解，是不是安尼？所以他说我是美国军事政府在台湾的执行官，是不是？这是报纸下的呢，有媒体有报道。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了解，连美国现在占领权，像美国台湾是美国暂时占领的管辖领地，美国拥有管辖权。那日本呢？是日本已建国完成，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这一部分，只是暂时不能治理。是不是？这也是何谓的中华民国为何不敢以宪法第四条将台湾纳入他们的版图？原因在这嘛？是不是安尼？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流亡政府大骗局，还是说这个光复，你不要用谐音来听哈，现在谐音听起来会笑哈。连接啊，接咱本土台湾讲，我是台湾人啊，我是台湾人，结果我们还是来光复节的，对不对？无用心嘛，莫怪安那带咱来，带咱去，安尼一行来行去，到尾也嘛是原地踏步，是不是安尼？所以吼，咱即马即将这一刻启动了，未来他要离开，这什么人？会变安尼啊？你看，这什么人？马英九已经很了啊，多谢你，我会走啊，自求多福了，时间到啊，伊知影要离开啊。所以勿准，我们不要太多的那个，因为时间的关系。接着是今嘛要去到，要去这平潭岛以前原貌都是安尼。早期迄个是准基边呀做一个交易哈，就是来挖物件，然后一边呀，那今嘛建设你看偌水啊，偌水啊，对没有？今嘛就是讲600万，流氓政府会去遐报道。咱家是愈清愈好，清甲理理理，清甲理理，甲咱存蛋，咱改革咱台湾，做一个观光园地，安尼有好，安尼，所以安尼开始，台湾民政府已成立出来了，咱的子孙不会再掉眼泪，目屎流，爸爸、妈妈、阿公，感谢你，好我。我伫这台湾有影非常好，有帮。以前痛苦，以前无奈，但是经过咱民政府了，早期也无奈，嘛是伫毋忙当时，即马咱成功了，伊就足欢喜，笑眯眯，对不对？妈妈，谢谢您，好我活伫遮，从细汉到大学，博士拢免钱，18岁拢有厝通啊住。你也免烦恼，我也免烦恼你。你的老人年金，我这你敢知？800到1000美金，同等于36000嘛。所以嘛，伊嘛欢喜。所以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那臭鞋下来的臭鞋子里面，他可以安详的睡觉，对不对？是不是？这就是未来的台湾，囡仔的改革跟改变，改革跟改变。所以他这边说到，这边我的讲他说：“不要让别人告诉你你办不到，不要让别人告诉你老定的人讲你做不到，不要，你有梦想就要好好的保护它，因为以前的梦想直到现在已经实现出来，你要好好守住，要保住它。这小孩子对父亲，
的一个祈求。所以呢，幸福向你叩门的时候，你不要打盹，你要醒过来。阿弥陀，你看有地丢啊，阳光。所以即使你还是要冷静的时刻，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的执政，对不对？你还是在那里一步一步一步的往上那里爬腾这一座高山呢、而只有不断的爬，不断的翻身，也不断的突破，可能会经伤痕累累，但我知道山的另一端有更美的事物等候你去探索。但起码跪顶了，咱就叹到啊，咱的执政啊，咱开始有新的未来。我们看见正式的东西曙光，这个咱也尊，你话挂掉美国的国旗，这是正式的。我们自己认为自己的国旗，为什么摆在家？美国别的摆在家，你爱去授课，爱授课，AIT 拢去好啊，咱那个啥，美国军政府的新建的这个地得你敢在内湖。金福路100号，这个地下哈、这个地下可以容纳80辆的坦克车，20000平，你知道吗？那为什么美国要来这做这？绝对有原因的嘛，是不是安尼？绝对有原因的嘛。所以行政院也已经拜拜，不再是他了，对不对？那你看美国飞机啊、来去自如。来去自主，不受流亡政府的限制。从311进来的时候，管制站还没有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警察海关，只有他们自己出来，我们自己来处理，表示什么？这是我占领的，是不是？我占领了我们的 logo 也不见了，对不对？已经涂掉了。你看我战车的 logo 有没有？都不见了，说声拜拜了，有吗？都没有。为什么？这个国军怎么会有这种现象呢？对不对？都完全涂掉了。好，那我们的身份证正面背面，我刚才讲的人黑人在这这边家，你去看你就知道。好，你去看一看。所以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是这个。好，申请身份证的举手。哇，很厉害，很棒，还要加勤好不好？因为人数不够，我们还需要配合核发这个身份证这个就是您看这边核发的地方是谁？ USNGDCG、所以不是我们自己做的，所以我们希望不要含泪在那边等等，就是痴痴的等待，不可能啦。好，我们要决定台湾的环境生活的困境，需要怎么样？唯有申办台湾什么身份证？你敢是本土台湾人？我不相信。你提你的身份证给我看，安尼用这未出来你要用这套，大家都嘛相信。我来讲，你要用一头来配合，欢迎我们加入这个列车，才能够完成怎么样完成我们的任务。目前的要求多少？4000名做完了，受到高级班的训练，对不对？然后呢，41万这个身份证，这目标有影足。我看卖，我感觉台湾人有影是足可怜、足悲哀，敢那4000名的足痛苦啊。所以咱若是讲保持安尼的人，嘛足紧啊，五次无，好5次到10次，快点完成美国的要求，我们才能够接掌完全的主权。所以我们讲说 go go go， 这个有一点像传直销了，但是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精神哈。你台湾民政府的你，向你的朋友向你社会、社区、亲戚朋友去介绍。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必须告诉各位，现在我来到外面看到报纸是怎样，不实的报道，你很容易受到影响。你要坚定你的信念，马上上网去了解真相，你就了解到台湾民政府是根据万国公法、国际法、战争法所设立出来的。所以今天来到这，我们非常需要在这里非常面对今天。我也感觉说，我们在这里已经成为正应该是正式的是您到今天结业证书回去，您到结业证书你就是正式的我们的一级主管。所以呢，从现在开始，我们的谈吐、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台风完全都要改，因为你要真正的进入到执政的状况下，这样来你讲话，你的心、你用心一定要好好去装备。为什么明天执政你怎么办？
明仔载都要接啊，你要安怎？比如你讲啊，惨啊！我本来就欢喜，结果会足伤心烦恼，是安怎？人啊，我多无好，所以呢，阿咱爱用心，阿你好唔好？阿咱爱努力个拍拼，咱为咱家己做爱的鼓励下来。好，非常谢谢，感谢各位，好，谢谢。